月28日，音乐真人秀节目《中国梦之声》北京站最后一场招募活动完美收官。人气组合 BY2 偶像艺人张浩然、唱作人赖伟峰纷纷作为加油大使现身助阵，并分别登台献唱，为选手们助威圆梦。此前四场的海选招募，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也积极关注参与到该活动当中。据悉，北京站招募最终场结束后，所有参与报名的选手都将在5月1日工人体育馆进行专业统考，不但有机会亲临感受炫耀舞台放声高歌，更有机会与近日揭开神秘面纱的四位导师李玟、韩红、黄晓明、王伟忠亲密接触。 Paint a picture with my handAnd back and forth we sway like branches in a storm. Change the weather, still together when it ends. 真情诺